叫王元国，是四川蓬安县油坊沟村的支部书记。每年的春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王元国每天都要来到嘉陵江中的这个小岛，关注村里100多头牛的交配，因为这个时候是提高牛产量的最佳时期。这干的活太棒了，今天刚碰到那个时候，鸡就发情，先找工具了。这个终于把它翘起来了，该翘起来，该拔拔得了，拔得了，拔呀拔呀，哦，拔得了。拔得了，拔得了，哦，拔得了，哎呦，成交对了。油坊沟村三面环山，一面紧挨嘉陵江，村里耕地面积少，养牛成了乡亲们致富的唯一方式。春季是牛儿们交配的时期，每到这个时候，他们总是三三两两游过嘉陵江，来到这个小岛谈情说爱。眼前的场景让王元国产生了一个想法。百牛过江要吸引游客，那么牛儿们不仅要集体过江，而且必须按时准点过江。但是现在不要说是100头牛同时过江，就是让几头牛在人的指挥下同时过江都很困难。完全靠人把100多头牛赶过江是不可能的，还是要让牛群自主过江。王元国养牛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多次实验之后似乎找到了能让牛群自发过江的办法。王元国拿着他的工具召集了村里的养牛大户，准备去给牛漱口。把牛嘴巴放开，哦，那个生姜，哦，都大家记得，那个生姜那个对准 Q 上，然后把那个酸的那个裹上，是不是？那么给你漱口，那个香去掉后，它口味都上来了。其实每个养牛户家里都有一头领头的牛，被称为头牛。王元国给头牛漱口，目的就是增大它的食量。由于村里山多地少，王元国增大头牛的食欲，并控制喂食的草料，头牛就会因为饥饿主动带着牛群过江上岛吃草。王元国信心十足，他接着凭着父辈传下来的喂牛绝招，坚信百牛渡江的景观一定能够实现。王元国能够当上村支书，除了他养牛的技术好，更重要的是他脑子活，遇事有办法，是村里公认的能人。在让百牛过江的同时，他集合了村里各个养牛大户海选出来的模特牛到县城进行特殊的宣传，扩大知名度。为了嘉陵江的放牛节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工作，今天搞一个预演，请我们杨哥队的同志走前面哈，边走边去，把锣鼓敲好一点，走前面，牛啊就走后面。首先第一个要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哎，那下面就开始嘛，把锣鼓敲起来，走起来，扭起来哈。今天是这县城是赶集人最多，而且他那个地方上传这支人比较多，就是一条街耍的人比较多，看看这往沟城有没有酒哦。尽量走慢一点啊，尽量慢点，因为牛走得慢，不像人走那么快，想快得快个。像你啊，你像人像两条腿啊，四条腿干不着两条腿。这是油坊沟村组织的第一次游街，大家觉得很新鲜，也都很高兴。但是有些牛儿似乎不喜欢这样的活动，很不听使唤。没过多久，意外发生了。啊！哎，
我房吧，是不是？我房。你们都在赢了，到停好了，休息了，现在赢了到。他把脚坐到了以后，他到我们下河边，他让我下河边哈。下河边有的可以。我只是到那路下河吧，不能路公路上走了，往河边听到没？哦，这是他要了河小路，能不能喂？哦，要了，走，他打电话来了，走。半个小时后，大家再一次出发了。虽然这头牛把大家伙都吓了一跳，但是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对牛并不陌生。才出世，所以说没见过世面，没得没牛没风。那些人基本上不怕，随便他们走都是。那条的十公里吧，母的还没嫁人了。母的，还没嫁呢。最近的大时间的，你那叫跳起来，跳起来。从村里到县城，游街的牛群走了两个小时，终于走到了县城。二十几号，全是老板放假哈，都带我们来看。好，不要钱了，看这个就行。一路上，王元国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村里摆牛过江的场景，有腰鼓队造势，场面很是热闹。对于宣传效果，王元国十分满意。这个人和牛嘛，一起嘛，又加上古镇嘛。牛模特的宣传起到了效果，而且村民们对于王元国让牛群上岛吃草都很满意，因为每头牛在迅速长膘的情况下，每年还可以节约1000元的草料钱。但是没过几天，王元国就发现了被自己疏忽掉的一个大问题。由于牛儿是每家每户散养的，牛儿们在岛上吃得好睡得好，有的村民们就不再把牛赶回自家的牛棚，而摆牛过江就得让牛儿往返于江的两岸，养成早出晚归的习惯。王元国决定把牛集中起来喂养，并在村的河岸边给他们安个新家。这个牛的训练必须有牛棚，有过的这种固态的鞋，要把这个口子打出来，那设置停车场，这样又占地又来了。安家修建牛棚，如果游客来看，还得为他们修建一个停车场。原本土地少的油坊沟村再一次面临挑战。王元国想到了租用村民的一部分土地，然后每亩地每年给村民500元的补偿。当王元国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以后，很快引起了一些村民的不满。你是我们个老百姓，俺们的城市吧。要想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有个人的意见至关重要。只要他带头，那个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如何打开他这个局面呢？叫他能够开口啊，产生效益是比较可以的。这个关键人物就是王元国本家的堂叔，油坊沟村的老支书王初满。他的意见几乎能左右村民的态度。可是这次他家的田地也被占用一些，所以王元国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他的支持。所以怕他第三次就是一直想不通。他们说这个口儿要把它过不去。民主最后就得集中，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到12点钟，几天的商量后，王元国终于有了一个把所有村民共同的利益捆绑到一起的办法。油坊沟村要成立一个股份制养牛合作社，5条牛为一股，股份越多分红就越多。另外，入了股的养牛户才有资格参与村里旅游设施的修建，而参与修建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拿取工资。这几天王元国心情格外的好，看到谁他都要逗上几句。哦，等会儿给我们烧了开水出来，是不是哈？要你亲自做，小天。有了办法，还得争取项目资金。王元国开着他的爱车四处奔波，这辆车是他以3000元价格买回来的，也是油坊沟村第一台车，王元国很爱惜。哎呀，车门掉了！没事，啊，没事，车门掉了，没事。这个车也太旧了点了，太旧的那个车都是我的工作的效益。
买菜的家里要买菜的就少了，我菜好的老百姓羡慕，上街办事啊，到他家去啊，有什么事情一打几分钟就到了。我把菜门关了，关了去，我去了。上后面的地面是吧？那怎么叫做？走嘛，打点火吧。为了办事的时候显得体面些，他都会把车洗干净。别冲了，漏水了，停，漏了，全是水，快擦一下。哦哦哦，可以啊，好，可以啊。在争取项目资金的同时，王元国召开了村民大会，他想把成立合作社的事情落实下来。我们村里想成立一个要求专业合作社，今天我们开了个村民大会来讨论一下，主要是具体的方案。合作社规定入股后，各家的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私自买卖，这一点引起村民李定辉的极力反对。那怎么可能这样？哦，那个牛不可能不卖。李定辉是村里的养牛大户，他的态度很大程度影响着合作社的成立。王元国尽可能地争取他的加入。定辉，你家里的就多，是不是？我们成立合作社以后，就由你来当组长，好好的思考一下，同意了，哦，就签字。是不是啊？说过的签字，养牛是件好事情，我也把字签了。村里可以给养牛组的组长报销一些诸如电话费之类的开销，而且身为组长，每次都必须带领大家赶牛，次数多了，分红自然多些。尽管没有多大的权力，面子上却很光鲜。李定辉最终还是同意了。养牛合作社的成立，王元国用了一种特别的仪式来庆祝。所以您这个栽的是什么树啊？这是？到底我摇钱树。为什么想把这树栽在这里啊？那个现在在那个下午刚修了个财神楼，我们现在就是要想在这个物件栽我摇钱树，我还想把那个财下午刚的财神楼钱全部摇到一网丢出来，使全村人民富足起来。新的牛棚开始修建了，合作社的股东们第一次拿到了工资，尝到甜头的村民们更加佩服王元国了。工资保镖是欢迎。哇，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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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说我们是王书记的电视？哪个说今天是欢迎？我们欢迎工龄指导。新牛棚的对面就是嘉陵江。村民风趣地称它“江景牛棚”。王元国再次来到江心小岛，他要把牛群赶进新牛棚。新修牛棚的这段时间，牛儿们散养在岛上，不仅长壮了，野性也增强了。他都喂野了，每家每户喂到河坝去，你要捉他就他就跟着跑，都跟着跑了。赶牛的困难超出了王支书的意料，他便找来很多养牛户帮忙。一群人追了半天，总算抓住了一头头牛。本来想挫挫他的野性，可是王元国费了半天劲儿才骑到了牛背上，更没想到刚骑一会儿就发生了意外。我日的妈呀！从牛背上摔了下来，王元国就把赶牛进圈的工作交给了赶牛组的组长李定辉负责。但是这些牛在岛上散养了一段时间，上岸后根本不听指挥。哎呦，好激人哦！我咬了。
你把腰带改掉，扯了那么久。空出来，这房子。留在岛上生活的这段时间，散漫成性，突然要回到以前的牛圈生活，很不适应，所以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李定辉养了20几年的牛，这样的场面从未遇见过，他毫无办法，又气又急。我在干什么？你转。这些牛儿对新家毫无兴趣，到了门口却怎么也不肯往里走。牛儿不仅不愿进圈，反而有几头牛在慌乱中被挤了下去，其中就有李定辉家的牛。我看看他坐一下车底。合作社规定不能私自卖牛，李定辉养牛只能靠赶牛赚钱，如果牛再出意外，他家里的生活将难以为继。这样不能下去吧？看到一个是这个，哎呦，弄到那边来了，这才修起的。我清个数，还清来没清到。李定辉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他家的牛，王元国知道后，很快就召集了村里的干部商量解决的办法。把那个送去看嘛，那里要住哪一点？那个镇头那个地方住哪一点？你当时是吧？现在的朋友不准咬，大声的，不准你看不准咬，哦，大声注意啊！你慢慢说，不能说过了。我大声的，怎么样？注意好了，大声的，听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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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工干好多，谁家那工资？暑假嘛，暑假，暑假大的拿来快了。哎，大的，大的，你花掉你了。为了解决问题。你就把我打一顿，你如果你不理人，就把问题化解了，能安全知道你打我一顿，我也值得。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大佬？他们是打也不解决问题。牛没有找到，对于李定辉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所以他情绪很激动。王元国一时也解决不了，其他的村干部担心这样争吵下去，局势会恶化，所以只好先把李定辉劝走。孩子还是要好点，不得行，来来来，来，不得行的，听我说，我听你说，哦，要是把这家的问题解决不好，他一扯出去，可能这个白玉庄都半水上跟着走了，那个白玉庄都搞垮去了。从当支书到现在，为了打造村里的百牛渡江，王元国把儿女们给他们养老看病的30000块钱都垫了进去。李定辉这么一闹，更加觉得自己受了委屈。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元国得到消息，气愤中的李定辉决定要卖掉自己家的牛。那个村民他妈前天都给我闹了事，李定辉进来在卖酒，现在忙得很。李辉，你在干啥呀？卖的。哪没卖啊？别的事叫我的搞他不卖，卖啥子？你是干些车工的菜哦。那是我的私有财产，是我的权利。那给了你好多钱？5000吧。那么大个牛，5000你都能买得到？那你是有房子是不是？哦。你晓得我们那白酒都江山缺酒，不准卖酒啊，就来卖酒啊。那你那个没把布告，我们哪晓得？那你这是不是真心不想喂酒了？我的高头我都是不想喂的、啊、哦。这个我说。现在你定会他给你5000，把我给你6000，好不好？欠点嘛，对不对行嘛？欠钱是买主。李定辉的态度让王元国感到为难，他只能试着跟牛贩子商量。但是就是肯定的，我那个地方那个牛发展了，肯定来说，我肯定服从你，是不是？服从你来买。再一个，这王元国跟牛贩子达成了一个协议。等到牛坊沟村的牛群发展起来了，只要合作社卖牛，就以最低的价格优先卖给他。虽然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但是最终牛贩子还是退出了竞争。
那个出了你就那个你就下你来，你就把钱那个给你电费，等于是我们刚才说6000块钱给了他。王老师吧。哦，给他，然后给了，我们村长买了，哎，就把钱到钱到我们牛棚去。王元国之所以买下李定辉的牛，不仅仅是杜绝牛贩子到村里来买牛，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李定辉家里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李定辉的家，嘉陵江畔的山腰上。几天前的一场泥石流把他家的10几米晒长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连睡觉都成了问题。现在我把你看过，现在的下面的房基本上垮完了，因为南面垮现在根本地把都不好走了，一涨水了大雨我都在北家才住，我根本都不好住，因为后面也垮噻，前面也垮都不垮了。你像他们稍微涨水有时候我都跑到我哥那边才住，那个房子都是一般的高，他稍微不落雨的话我们只是睡在桃屋里头，晚上睡到凉床，那个凉床嘛，你睡到凉床高头喂，一般就是头都朝那边的，他就是有问题，我们就是说遇到水下雨之类的时候，如果发生情况，记得跑噻。如果要让百牛渡江顺利进行，王元国觉得必须先解决好村民眼前的困难，而全村像李定辉这么困难的还大有人在。也16户涉及到60多个人。国家有个移民区，铁矿扶贫啊项目，争取1200多万的资金项目建设，那我们抓的那叫建居民点。辛苦的奔波，王元国为乡亲们争取到了滑坡地带移民的专项资金，还争取到了南充市旅游示范村的项目。为做好百牛渡江的景点，对村子进行了统一的规划设计，许多移民新房被设计成了农家乐，全村人都期待着放牛节开幕的那一天。放牛节的开幕仪式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让这个不足200人的油坊沟村热闹空前，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需要交警指挥交通的情况。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农村里面指挥交通。今天百牛渡江了嘛？哎，闹热，自古以来我们都没看到那么闹热。打造百牛渡江是王元国上任10年来最大的心愿。今天这些牛儿正式走上油坊沟村的舞台。油坊沟村的牛儿们尽情地徜徉在美丽的嘉陵江中，在头牛的带领下，时而一字排开，时而蜿蜒如长蛇。百牛渡江得到了游客的认可，这个千年古村传统的农耕生活即将被新兴的旅游经济所代替，昔日闭塞的油坊沟村也将开始崭新的征程，而百牛渡江已然成为油坊沟村最美丽的一道风景。对于油坊沟村的未来，争取在民间指在油坊沟村的山清水秀，牛更壮，人跟贤惠，有吃有喝有住有玩乐。高新白领回乡养鸡，就是爱这个山里面的每一样东西，每一口空气。哎，能行吗？梦想与现实的矛盾让山林硝烟弥漫。那你陪我进来干什么？我的父母愿意带你，一直就没尊重过我。敬请收看纪录片《村里达人之养鸡的快乐生活》。